明明的意义，小小颗就，开要开花呢，出水长穗了哈，要有人工授粉，那个籽才会饱满啊，果实才会饱满。种在田里啊，挖个沟，然后挖两三公分深就好，就埋那个玉米的种子。玉米地，离20公分左右就要再挖一个坑。出芽以后，长芽出芽以后可以泡水，土可以浸泡水，湿一点没关系。长芽以后，据说长2叶还是4叶的芽，这样长芽，然后长叶子了，长2叶会加肥料的。尿素或者43号，先有的先撒尿素，后来再撒第二期再撒43号肥料，水果的肥料，然后要加土哦，把旁边比较高的那个垄田垄的土把它挖过来，把它变成玉米所在那个地方变成一条垄田垄，很高的田垄。那被挖掉土的那个地方，好像变成沟了，水沟，灌溉用水的沟。